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和，然后现在正在去录制的路上，打算浅浅化个妆，精致一下下。现在训练结束了，跟我一起去逛个街吧。给大家推荐一个梳子吧，电动梳子，但是因为我头发比较长，然后就是之前也染过烫过，然后就是受损很严重，就很容易打结。然后这种气垫梳的话，就是对长发，然后而且我头发特别多，所以就是那种烫伤怎么怎么样容易打结的头发的话，这种气垫梳会更好用。就是例如比起这种，就是没有气垫的话，可能会扯头发扯得比较严重，就会不秃，这样会好看很多。就是这个会梳的会很舒服，而且就是持久度也会很好，就是不会很容易梳完马上就打结的那种情况。这种里面还会有那种小气孔的，然后还有那种很多小毛毛的，那个更好用。和，疲惫的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然后已经到酒店，准备卸个妆就要休息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，睡觉前一定要好好卸妆，好好做清洁，然后再做皮肤护理。吃有点多，所以祝大家每一天都愉快吧，拜拜。